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接下来30分钟，我们将带您一块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根据台湾儿童癌症基金会统计，18岁以下罹患癌症的病童数将近500人。这些孩子们不只得长期忍受进出医院的苦楚，学习场域更是受到多重的限制。为了还给孩童快乐成长的机会，高一与3C业者共同打造了让病童放心学习的智慧教室。小朋友开心玩着手中的平板，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家长在一旁也感到很欣慰，因为走出冰冷的病房，终于有个能让孩子快乐学习的空间。这里是全台首创的智慧教室，专门提供给生病不能走出医院的孩子，也有安心学习的权利。我们有所谓的寓教于乐嘛，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让孩童在住院的阶段，在治疗的期间，其实让他的学习一并不间断，那一并成长。根据台湾儿童癌症基金会统计，18岁以下罹患癌症的病童数将近500人，孩子们不只得长期忍受进出医院的苦楚，学习场域更受到多重限制。为了还给孩子快乐成长的机会，高一与3C业者共同打造了让病童安心学习的智慧教室。接牌。病童，尤其是癌症病童，他们在医院里面的时间很长，如何能够让学习不中断，而且是有效的学习？那我们也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可以跟高雄医学院呢，就在这边的5楼的一般的小儿科，以及10楼的癌症病房那边，我们成立了2个智慧教室。3C 业者爱心捐赠了40台平板与55寸电视，并在5楼与10楼的儿童病房营造了兼具童趣感与科技感的学习空间。不仅让孩子多了数位学习的机会，也大幅提升陪伴床边教室与社工家长有个整合教学资源的便捷空间。就是住院，我们就是只能在病房里面，对啊，然后他可能跟同侪之间的学习是，我觉得是会变少啊，就不像在外面没有住院的小朋友，可是同侪之间学习是变少的啊，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让他去学习，说有不一样的东西。那现在3C也都蛮进步的啊，我觉得还蛮好的。智慧教室在医院硬体捐赠只是改善院童学习环境的开始，未来除了提供高一适合病童的数位教材外，业者也将会寻觅其他合作伙伴，期待带给孩童源源不绝的学习资源。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高雄市毒品防治事务基金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由市长陈菊和法务部长邱泰三共同担任领航者，来转动反毒轮舵，结合公司部门资源对毒品问题立即展开行动。陈菊表示，明年1月将成立毒品防治局，期待打造高雄成为无毒城市。成立大会上展示各类的毒品已有食品化现象，而使用者也有年轻趋势，显示青少年吸毒问题相当严重。因此，市府在今年4月成立筹备处，在短时间内正式成立，呼吁大家重视毒品危害。近5年以来，第3级市级的毒品使用者有6成以上年龄分布到20到30岁之间。那高雄市认为这个问题，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陈菊表示，基金会以公益为目的，期待能够辅导食用毒品者管理个案及建构家庭支持网络，同时进行反毒宣导和辅导活动，并且成立毒瘾者中途之家。此外，市府将在明年1月1号正式成立毒品防治局，统筹规划整体的反毒策略，展现高雄市对毒品议题的重视。那我们会共同完成第一，食用毒品者对他的辅导个案的一个管理，还有建构整个家庭支持的网络。第二，我们反毒的先导跟辅导的活动。第三，我们成立有药瘾的这些人，有中途之家，协助他们早日回到社会。街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国展，曾董事长。
高雄市毒品防治事务基金会是台湾第一个整合公司部门资源成立的反毒基金会。市长陈菊也感谢法务部、高雄地检署、桥头地检署、民代民间团体共同参与，让基金会得以顺利成立，对毒品问题即刻展开行动。呼吁我们社会大众，大家一起来重视毒品泛滥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子来辅导有毒瘾的这些当时陷入毒品受害的这些人有回归正常的一天。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真的都不放弃。基金会今年首要的目标设定为后植预防和辅导量能，从全人健康促进的理念扎根进行预防工作，以及严厉破化多元的社区处遇和分流模式，为后续充实戒瘾治疗和社会复归能量做准备。迈向反毒新世纪，合力同心共启航，请启动。社区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不用顶着大太阳逛动物园，寿山动物园在暑假期间的周末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的8点钟。除了可以看到动物在夜间不同的形态，还有很多限定的活动哦，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玩乐一整天。炎热的天气还会想要在白天逛动物园吗？寿山动物园在暑假期间开放夜间游园，让游客不用顶着大太阳和撑阳伞，就能够舒舒服服的观赏园区内的动物，不被气温影响游园情绪。晚上来的话比较凉爽，然后那个最好是黄昏的时候来啊，然后晚上开放，如果说我黄昏来的话，我的时间就可以拉长很多，这样子会觉得很方便。其实除了我们自己参观比较舒适之外，那其实我们动物在这段时间它可能其实对它来讲也是舒服的，那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些比较自然的表现。那像狮子可能就会听到狮子的吼叫声啊，那我们河马可能在水中的活跃的活动力也比较旺盛。七月和八月的周六周日特别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可以让民众感受不一样的动物园气氛。而动物在傍晚天气凉爽的时候比较有活力，也可以观察部分夜行性动物的特殊习性。那另外在我们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到8点，在我们清水广场也都有很多精彩的，像是我们的魔术表演或者是一些技艺类表演，那当然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豆子剧团，那还有我们一些那个街舞表演，那所以也欢迎我们小朋友在我们礼拜六的晚上千万不要错过来我们动物园走走。暑假限定的夜间游园好康非常多，民众在下午4点半后就可以购买星光票，享有半价优惠。欢迎爸爸妈妈在暑假期间带着家中小宝贝来寿山动物园玩乐一整天。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最近到河堤运动的民众可能都有闻到空气中飘散臭臭的味道，经过李明跟里长反映才了解到，原来是水利局在做水质改善工程设置的加压氧设备所导致。至于臭气什么时候才会消失呢？可能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从河堤上往下看，可以发现河面不断被翻动，像是渔温养殖场会有的加压氧气设备。原来这是水利局近期才完工的水质改善工程，虽然有清楚标示，但河堤旁的店家却不知情，只觉得最近河水怎么会发出怪味道。你闻到的味道一开始啊，曝光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像化粪池的味道。像化粪池的味道。就是我们厕所有没有叫人家来抽化粪池那种味道、啊？这臭味持续多久了？持续快要一个月了。有这样以后水质比较好，那一边的话，那大顺靠近大顺桥那里就比较脏。这个我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了。居民不知道臭味从何而来，但既然是水质改善工程，又怎么会有怪味道呢？因为初期可能那边不常扰动的话，就会。味道会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经过这样循环的话，它整个水体会变好，臭味会慢慢的比较不会像初期的那么严重。
虽然水利局解开了河堤的臭味之谜，但里长还是不了解，河堤周边明明没有工厂排放污水，怎么会经常改变颜色？我们在3年前有反映过，就这个爱河很会变颜色，就很奇怪，而且有时候整条都是牛奶的颜色，还有时候整条是褐色的，然后有时候是红色的，就很奇怪了。水利局解释，爱河支流行经玉泉路河堤这一段，水中有特别多的生物藻类，含氧量经常不足，再加上气候变化，藻类大量死亡，才会导致河水变色。加曝气会第一个会增加溶氧嘛，然后就会避免鱼类死亡。那第二个，它那个藻类那一个也是有一些帮助，如果它是不是厌氧的藻类的话，如果氧气不足它会死掉嘛，那如果有氧的话它还是会保持，不会说有瞬间变色的那个，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些功效。按照水利局的计划，采用曝气法进行污水处理，是借由水中加入空气，提高溶解氧的含量，让水中微生物生长及分解污染物。看来到河堤运动的民众及附近店家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臭臭的味道才会逐渐消散。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拥抱港都，热情加温，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宜居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哦！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社会局这暑假办了一场亲子体验营活动，包括让小朋友戴上假发和眼镜，体验老人家的生活外，还请到警察局和导盲犬学会宣导居家安全和如何友善身障朋友，希望透过这样的情境模拟，让亲子关系更加融洽，也能进一步关怀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戴上白色假发和眼镜，再换上厚厚的手套和耳机，原本活蹦乱跳的小朋友一时之间无法适应，动作开始变慢，反应也迟钝了许多，不论是数发票还是穿衣服都无法顺利完成，需要爸爸妈妈在一旁协助才行，甚至听力也变差了，这才发现年纪大了的长辈生活有多么不方便，手会比较那个，眼睛不会看得很清楚，然后耳朵听到的声音也比较小，然后手也不太好做事情。那所以以后看到爷爷奶奶的时候，要不要主动帮忙？要。我觉得他这样可以让可以了解老就是老年人，然后是其他这方面行动不方便的人的一些生活不便，那有一些比较体恤人的心态跟行动这样子。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在暑假期间举办亲子体验营，除了让小朋友体验老化的生活，也邀请警察局宣导交通安全和生活安全，希望小朋友从各项情境体验和模拟产生自我保护的自觉性，也对亲人和环境更加友善。希望呢，我们来宣导注重孩子自己自身安全的关照，以及呢，怎么样关怀周边不同身体状况不同的人，比如说长辈、身障者，用亲身的体验的活动、游戏的直接体验，来内化学习同理心、体谅跟体察，以及自我安全的照顾。小朋友第一次接触导盲犬，感到非常兴奋，认真观察执勤任务的导盲犬如何协助主人安全抵达目的地，也体会到视障朋友的生活不便，还有不要动弄正在执勤任务的导盲犬，在亲子共同参与的过程中，为暑假留下快乐的学习回忆。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
高雄市日前举行106学年度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新卸任校长布达暨交接典礼，市长陈菊亲自出席。典礼中，他对校长们无私奉献，扮演教育领头羊的角色，在面对各项严峻挑战，致力保护学生，同时引导学生多元发展，启发学生的创造力等等，都致上最高敬意。市府28号在小港社教馆举行106学年度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新卸任校长布达暨交接典礼。市长陈菊感谢校长过去在面对流感、食安等各项严峻挑战时，致力保护学生的健康安全，同时引导学生多元发展，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去年105年的学年度，我们高雄市在各方面这个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我们在活化校园，释放学校的一个空间，我们希望台湾进入少子化还有高龄化的社会。我们突然发现学校有1/3以上的教室都是空的。在教学品质精进上，新中国小附设幼儿园、瑞祥高中及古山高中分别荣获教育卓越金质奖和银质奖。四维国小、胜利国小也在科学教育上勇夺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金牌。同时，师生联队代表台湾参加澳洲机器人世界赛，更荣获总冠军的殊荣。我们中正国小为主题的棒球队，得到美国小马联盟的世界冠军。寿天国小到日本，得到世界短视少棒的冠军。我们文德国小荣获得斯洛伐尼亚国际手球分龄赛的冠军。典礼过程也充满厘情，市长陈菊致赠新庄高中校长涂顺安等10位退休卸任校长纪念品，祝福他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退休生涯。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81气爆将届满3周年，用镜头记录伤友重生的光的印记，气爆伤者身心重建纪录片日前举行首映。市长陈菊表示，高雄在石化气爆灾难付出惨痛代价，对伤者充满愧疚，但是不尽力给予伤者协助及鼓励。他表示，石化气爆伤害会永远印记在心，毕竟没有什么比保障人民身家安全更重要了。光的印记27号下午在台旅影城举行首映，导演许慧如透过镜头记录5名伤友在阳光高雄重建中心辛苦复健、恢复生活功能的心路历程。不少伤友在家庭亲友支持下，积极正向回到社区跟自己生命的轨道上。路面崩塌。我站在凯旋路看到深度路口，他突然就一阵轰很沉的声音的，就前面的地板肚子整个都凹下去。陈菊感谢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市民烧伤紧急医疗救护后，协助伤友积极复健服务，一同陪伴伤者度过漫长复健之路，同时疏解家庭负担与压力，让家属不再孤单无助。让我们今天在场很多人几乎改变他的人生，让他们的命运充满的艰难坎坷。我是在非常非常的感受，真的是非常对不起。陈菊表示，纪录片让人省思，检讨气爆伤害的严重性，也让高雄付出悲惨的代价。过去高雄市政府，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今天高雄市政府面对所有的公安事件，我们非常的重视。陈菊在气爆不久后，高雄成立管线安全办公室，并且订定高雄市既有工业管线自治条例，促使14家石化管线业者总公司南迁，强化地下管线安全管理。而这些都是为了守护城市的安全。未来市府也会持续维护伤友权利，真正做到承担责任，绝不逃避。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高雄亚洲新湾区确定发展体感科技等五大新兴产业，各部会出及预计投入12亿多元。立委赖瑞荣指出，体感科技体验计划将高雄软体园区和中油成功厂区列为示范场域，将可吸引年轻世代进驻高雄，以打造全台最大体感科技产业聚落。中央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规划投入10亿元，推动体感科技基地落脚亚洲新湾区，其中经济部工业区和加工处提供产业研发技术支援，推动体感科技和智慧物联网计划，将对高雄产业转型和增加就业机会有很大注意。也很感谢啦，我想从国发会到经济部，然后各部会全力都支持，那这是我们第四次召开的会议，然后那包括我们的体感科技园区也在经过大家不断的讨论之后，后来在我们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也纳入到了这个计划当中，那未来要投入10亿在高软来投资。由于亚洲新湾区经行政院长指示，由国发会主导协助高雄转型，各部会出席预计投入12亿多元，并且将在年底修正检讨纳入国家发展计划中。立委赖瑞荣召开多次座谈会，提供中央部会和高雄市政府、国公营民间企业和学术界密切协调整合的平台。那目前整个运作上面都持续的达到很好的效果，包括国发会的副主委都亲自与会，包括经济部的次长，那我想他们的高度重视，也让整个中央各部会跟高雄市政府还有各企业之间也达到很好的一个沟通效果。那在未来这个开发的过程中，透过这个比如像工业局，他们有一些计划而且可以帮忙让某些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那产业发展了才有人进驻嘛，人进驻了那个地区才会繁荣。另外，亚洲新湾区的招商以及土地开发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目前港市合资成立的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将结合各界招商资源，共同开发港区土地，促进土地转型活化。那我们都期待着未来亚洲新湾区这个数百公顷的土地，包括205兵工厂土地等等，能够做一个友善妥效的开发，那造成一个新的这个商业的中心，那重新再翻转高雄的一个发展。目前亚洲新湾区内的港埠旅运大楼和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还在新建当中，而捷运黄线也将连接亚湾区，再加上中央新增投入的12亿多元，让亚洲新湾区成为高雄转型最重要的黄金区块。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今年港都农民历，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8月16，星期三，农历闰6月25，适合祭祀、礼法、做灶、沐浴；不适合嫁娶、栽种、祈福、造桥、冲蛇、煞西方。29岁及89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海洋阅读生命的波澜，从记忆阅读不朽的匠心，从一种坚定阅读追求初心的感动，从悠久文化阅读高雄在地的韵味。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阅高雄。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